草莓农药啊，被吃过的。孩子的体力真的是要从小培养，那体力最根本的来源就是孩子的健康饮食。做比较不会紧张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们里面是最菜的，因为我实际来到学校差不多三年多，那我们资深都已经二三十年了，心情又紧张，可是有期待。一成师傅他会教我们很不一样的啊，很特别的啊，我们就玩每项了，玩得干懵啊。来哦，那桌鱼露哈，一比一，鱼露糖一比一。现在那桌什么给？他就是什么都跟我们指导啊，我们很开心啊。这样讲啊，当初才鱼露。不会，就是没有一个架子啊，然后我们就感觉说，这样很亲切，很不错。我们这样学习会更多。你今日咧做一千人的餐的，你三杯羹，固定的油糕、豆油、米酒。教厨他们也反映说，真的主厨进来之后，可以指导他们怎样可以更事半功倍的。我们今天白菜是大白啊，还是去处理这个很繁重的这个厨房的工作。会有，因为很忙。那我是觉得啦，以我啦，我会觉得说，我来这里服务很开心，因为我这样让小孩子吃得很高兴、很快乐。那另外就是烹调方式的改变，或许会比较麻烦一点，但是让老师跟孩子吃的时候反应更好，他们也觉得很值得，因为孩子就会跟他们说，哇，今天的菜好好吃。那校厨就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了，就是继续学习中。有一点呢、我也是想说，来的抱着一说不要再胖下去了，看可不可以瘦。哎呀，就是抱着减肥的心情吧。可是没办法，好吃还是先继续下去啦，就没办法，因为忙嘛，忙就想说可能会瘦，可能会瘦，结果没办法，瘦不下去，是这样子。哎呀，好。